图书馆去了吧？和小西和好没？那我可真没辙了，能想到的招儿全都想了。嗯，阿姨，这是什么呀？植物罐头，种下去能发芽。看叶子上有字，好多同学都在买。这玩意儿还能表白呢？那可不。阿姨，结账。我们爱情的小种子，请你好好呵护它。不，静静，这种话应该让男人先说。拜托你来小种子。对啊，我有病啊。知道林锦晓喜欢李素是吧？你每天看着我就这么着在林锦晓身边，是不是特好看？是不是特傻呀？陆阳，你冷静点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一直这么冷静。哎，大哥，等很久了吧？走，我没等。回家了，走喽。你和江晨
和好了啊。你和陆阳呢？别跟我提陆阳，一提到我就生气。李薇，李薇，你别动啊！李薇，你别动，站那别动，千万别动！李薇，下来啊！怎么了？怎么？老师，李薇，不要动啊！别动，我上来找你。小鹿，小鹿，家人不送他。你小心点啊！李薇。江晨，李薇，李老师，你别动，先放松下来，想一想开心的事情。你们不会以为我是要自杀吧？不，没有没有。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儿，没想到风景还挺好的。李薇，别动！啊，我真的没有。李薇现在什么情况？不是被江城甩了吧？你看江城刚那么着急，现在也没回来呢。我也觉得当然不会说自己。李薇最近是有点奇怪。那天我看见他进李叔的办公室。哎，同志们，李薇他妈来了，现在跟刘新霞干起来了。你们学校什么情况？竟然给孩子吃这种药！我们家李薇要有什么事儿，我就去反告你们去。妈，你闭嘴，丢人现眼！你初中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你高中一次地你都没考过，你还作弊，你就是活该你！您别激动啊，您先冷静冷静，冷静，怎么冷静啊？我们家孩子在家里好好的，怎么一来你们学校就得抑郁症了呢？还给他吃这种药，吃这种药会致死人的。李薇妈妈，您先别激动啊，我是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啊，您放心，这个药的事情我肯定会调查清楚，给您一个交代。李薇啊，说说，啊？我不知道。啊？不知道是吧？行，我报警，我让警察来调查这个事儿。是李老师给我开的安定。李老师说，只要吃一点的话，就不会那么难受了。行，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李叔，你想干就好好干，不想要给我滚蛋，就给学校惹事儿。你先回去上课吧。在哪？安定根本就不是李叔拿的，是你自己偷的，对吧？你现在就去找张世良说清楚。说话呀，说话呀！好，你不去说，那我去。别放开，放开！把药给我拿来。19、20、21、22，药盒里只有22片药，名单上记着还有30片，证据确凿，你还解释什么？为什么不说清楚？明明就不是你的问题。我先上课去吧。我都看见了，安定是李薇自己偷的，和你没关系。错了，回上课去。你不说清楚，我就不回去。好，刚才李薇的状态你都看见了吧？
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再刺激他了。你们是同学，现在又是他最困难的时候。如果能帮他的话，多帮帮他，不要再给他压力了。还有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帮我劝劝他，让他去专业的心理诊所。课呢，我们来讲还原剂。还原剂在与被还原物进行氧化反应的同时，自身也会被氧化。所以呢，有人说还原剂很伟大，送你多少电子也没关系，只要你和它稳定的在一起。看一下黑板这个公式，好好记一下。主任，你看看这标准答案上的错误太多了。现在怎么这样？老师，李维的安定是我偷的，不关李老师的事儿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赶紧，你去上课。我没胡说，就是我偷的。我看李维好像不是很舒服，所以我帮他拿了安定。只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有这么严重。你不知道，就敢去帮他偷安定？这是药。不是别的，他还是孩子呢，好心。行，病人护犊子了。对不起。你们班林静晓同学擅自到医务室偷药，学校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，还有，把你父母叫学校来。你这样会害死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怎么回事啊？我问你呢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我偷的药。你他妈知道安定长什么样吗？你就偷药！瓶子上有血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说药是我偷的，没事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妈讲这件事。我陪你去，啊，陪你去。不用了。